情报塞满迷因狗狗币，就要踏上报复的旅程。就到这个月球，你就不要追，告你快听力，卖亲又卖出一句再见，卖飞的价格不会从前，回跳的时候，请像我一样相信狗狗币，风险这么大，赢狗狗币，多少次疯狂，多少天真，一龙做过梦，有一天我们会中。